西亚的选拔赛咯，在去亚太区，也很庆幸在亚太区啊赢了啊冠军，代表亚太区去法国总决赛。可是其实那过程是两年的时间，非常的劳苦，非常的辛苦。对对，我会说，就是因为整个比赛我们训练的话，大概需要8小时左右，那段时间真的很累很辛苦，就是每一天都在I'm actually gonna play this new game that I'm sorry.
Yeah.